我哋啱啱咧就同阿乔拍紧鳄鱼潭嘅时候咧，咁啊突然之间咧就好捻大烟，好似爆炸啊！阿乔，咁啊，原来系依一个丁丁烤活鱼嗰度就火灾啊！大家可以睇到消防车啱啱嚟到，系啊，其实系消防车嚟到，而家真系好短时间噶，两三分钟，两三分钟就嚟到啊，系啊。咁啊，即刻喺度有火灾啦！咁啊，应该即时就系报捻咗警噶啦。啊 ，OK， 你睇得到应该系嗰个抽油烟啊，抽油烟嗰个地方系肥捻咗出嚟。Hello， 大家好吓。咁啊，嗱、最搞笑嘅咧就系咧依一个全庄居有扎食客同埋啲工作人员，即系完全咧唔捻知死嘅，完全系唔捻知死嘅。下边唔捻知会爆炸噶嘛，大佬啊！嗰啲嘢撚咗直嘅，企撚咗喺度咧，食花生唔撚走喎。係啊，咁而家消防員咧就呢個嚟，而家啲火仲睇得到喺出邊。頭先咧係成個阿家豪街咧都係全部黑煙嚟嘅。咁、我哋依即係我哋就原本就係即係冇乜特別大嘅事，我又就唔撚去直播啦。咁但係啱啱經過咁啊，順便做埋啦咁樣。咁而家消防員咧就已經咧就嚟到啦，開始咧就拉喉啦。大家睇唔睇到？消防员真的很劲，即是不辞劳苦、啊、即是我估计爆完烟之后三分钟到 ,OK, 那么黑警打力电话三十九分钟都不能见人、啊、,OK, 真是几好效率，即是交税交给消防局是抵的，是吧，因为有位黑警不加产就真的千万不要交税给他们，差饷不能给啊，屌他老母閪，屌他班人要吃生命面包过世的仆街。好了，消防员来到了，那么救护车也来了、而家依家系咁，应该有烟雾队噶。好，大家睇唔睇到？依个位有火噶，系啊，有火噶。点解捻嘢成日都话冇声噶？有人边个位起火？大家睇唔睇到？全庄居饭店。我睇下。吓，全庄居饭店下边一个丁丁烤活鱼，而家啱啱遮咗啦。依一个位，大家见唔见到我？分体式冷气机出边嗰个啊？有聲是吧，阿乔刚刚 verify 了有聲，没聲是你问题啊，手足你只有 refresh F5 啊。好了，现在消防员即刻进去了，那么不知道，因为我在那边看回头啊，现在就是这个啤酒的地方啦，那么消防员就是这个位置啦。OK， 依家丁丁烤活鱼嗰度咧就系着火嘅。咦，喷紧咯喎，已经系喷水啦。哦，已经系射紧水啦。啊，依个已经系烧窿咗嘅位置嚟啦。啊，因为射紧水啦，已经睇唔睇到？啊，全庄居隔篱啊，但系嗰啲食客同埋员工咧就企喺度食花生。又唔肯走，真係其實有火燭，真係要走火警啊！我完全真係要同大家要做下教育啊！聽撚到火警鐘響啊，真係走啊！唔好理佢真定假，抌低手上面嘅嘢就係走，唔係要火警鐘嚟把撚啊，係咪先？冇聲嗰啲要更新 Facebook 啊，唔該。嗱，而家見撚到佢一開始係噴色咗啦，應該係啱啱午時嘅時期嘅係咪啊？係，應該午時係啊，午時嘅時期嚟嘅。咁啊，好快好迅速。应该是前后不够十分钟内，消防局已经是搞定了，所以消防员是要支持和加去的，绝对是的，真的是几等迅速快捷，啪啪声来到够熄埋添，屌你刚才呢是拍不到给大家看的，是个浓烟是扩散到去旺角火车站洗衣街那边的，我给大家看看个位置 exactly 的位置，是的，即是依一件事件咧，反映香港人咧，其實危機意識是不夠的，因為你不知道裏面會不會有煤氣啦、石油氣啦，亦即係會咁大火、咁大濃煙咧，其實第一時間是要撤退的。好啦，消防員而家開始噴熄咗火咧，就入去搜索，看看究竟裏面有冇人喺裏面啦。開始帶埋豬嘴，係啦，入去搜索啦。其实呢我很讨厌这只消防员这只色的衣服，我喜欢以前的蓝色，蓝色是啊，那个最漂亮的，是啊，
可以睇到消防员点救火啊！两分钟救熄，真系两分钟救熄啊！好很劲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啱啱睇完你。OK。咁啊，两分钟救熄啦。其实咧，喺呢啲嘅地方里面咧，系真系。會有機會呢，因為很多的雜物啊、裝修啊，如果著了火啊是危險的，還有裡面的裝修呢會釋放大量的濃煙呢，令到你呼吸困難的，加上呢很多在抽氣啊、冷氣啊會將這些濃煙捲進去，所以呢真的大家醒目、記得千祈不要、如果有火警的時候不要留守在家，即刻、撤退、家裡 大火就是一個的事件，大家就引以為鑑啊，掉以輕心，不走火警，最後就是火警的上層的人士咧，就是、完全走不到了。係啊，咁我話好快又搞掂曬啦。哦，依個姐姐 Jaywalking， 誒影住阿姐姐先。姐姐喺邊？係啊，依個姐姐 Jaywalking，OK、okay。咁好啦，現場嘅交通咧就會阻塞少少，咁所以大家如果揾食車嘅，亞街、老街、洗衣街係會有少少嘅擠塞，係，但係應該好快會搞掂啦，啊，亦都未見有傷者。咁啊，大家嚇、今次真係正正式式話俾大家聽，點解消防員要受尊敬，黑警要俾人屌老母嘅原因就係咁解。好啦，不過咧，我現場發現咧。全張居都閪個臘肉啊！你睇下而家點幾兩點，啱啱至兩點，全張居上面冇生意，冇客啊，冇客㗎，台都冇，真係閪個臘肉啊！真係啲生意好撚大鑊啊！所以嚇、再次喺度借個機會同大家講，有錢使啊黃，因為黃色經濟圈啊，支持翻，因為而家真係生意真係難啊，支持翻啲黃色店鋪嚇、支持翻啲支持香港抗爭嘅一啲嘅商家啊，咁啊即係大家嘅錢要使喺啊啱嘅位置裏邊 ，OK。咁好啊，未知裏面咧係點撚樣？依個丁丁敲活魚咧，屌你老尾都知道做啲乜嘢生意噶啦。咁我唔撚落井下石啦，阿喬你覺得？唔好啦，唔好落井下石啦，係嘛？唔好啦。咁但係佢大裝修啊，噴喺度濕曬，已經有植物噶啦。冇啊，係嘛？川式燒烤啊嘛，冇錯，係嘛？屌你老尾，魚啊，梗係食鮮魚噶啦，屌你老尾，係咪啊？應該就差唔多。理論上都可以嚇，睇下如果冇傷者嘅咧，即係收得隊嘅啦，可以係。啱啱now 就係、now 新聞係講，李大發表聲明，要黑警即刻收隊啊，等可以咧令到呢一個理工大學嘅現場可以解封嘅。啊，失撚到屌撚曬老母喺度已經，附近啲聲。哇！我估唔撚到有消防車有咁撚多水喺裏邊。啲水裝喺邊撚度嘅咧？食魚嘅食蒸鮮魚啦，係咪？嗱、啊，冇錯，消防員係要支持加人工嘅，係我支持嘅。啊，黑警咧就快咧喺立法局嗰邊咧會動議咧會唔會加人工同埋加 OT， 咁啊大家嚇、應該知點做啦。好啦，消防员都熄水喉啦，系咪啊？唔系喎，未熄喎，猪仲肥紧啊？肥完未啊？未肥完，未肥完啊？条管仲系胀啊？系啊。系啊，仲喺度肥紧。佢通常咧，真系肥好捻耐，佢先收噶。佢惊佢死灰复燃，系啊。所以屌到尾。丁丁水煮魚啊！依真變咗水煮魚啊！依真大鑊，唉！哇！如果水炮車嚟噴唔得掂啊，大佬，全張居多得佢唔少啊！噴藍水咧，會染色噶。消防員加人工，第一個贊成，我都會贊成嘅、完全值得。尤其是千祈唔好大家忘唔好忘記有低嘢啊！消防員係出動救黑警跌死咗啊！試過嗰、個機場特警戇鳩鳩去溝女行山，唔撚識路啊，累死一個消防員啊！
好啦，哇！你睇下救济火警都嚟紧咗两架车啊，唔净止一架噶，两架噶。前面仲有一架啦。系啊。前面仲有一架喺前面啊。三架啊。三架车啊？哦，我睇错咗。系啊，前面仲有一架喺前面，呢度仲有一架喺度。咁啊，应该咧就冇人命嘅伤亡嘅，但系而家咧都仍然系午餐时间，咁里边嘅人逃唔逃生得切咧，就未知啦。系啊，各位老友记得嗰个殉职嘅消防员啊，系啊，同埋累死佢嗰黑警啊，记住。丁丁活烤鱼自然，我谂系大家唔想使太多推测嘅，有可能系因为天气干燥啦，系啊。咁啊，呢度释放咗大量嘅化合品啊，呢度。剛才的空氣都很污濁啊，現在現場還有好炸燒了的一些化學物品釋放出來的味道。那麼光頭星肯定會說，為什麼要二惡英，因為燒垃圾，不出奇啊，肯定會這樣說。至於什麼事起火真的不知道，我們不在現場，不在裡面，那麼見開始咧就冇整咁多喉入去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報道到一段為止啦，因為我哋要趕翻翻去公司做一啲嘅工作。咁啊，今日係咁多先。咁啊，理論上就照睇咧，就係唔係停咗手噶啦，係啊，冇噴水啦啊，咁應該亦都冇人受傷啊。救護黑警而家嚟啊！屌你老尾，救熄咗你之嚟。含撚啦你！屌你老燒撚完收隊你先嚟，你班木嘴！屌你老母！而家黑警先嚟。屌！人哋都收隊啦。大家都有個 call， 同一個 call center。係咯。係咪先？大家都是同 call center， 點解人哋可以兩三分鐘到？我哋直播咗幾耐啊？都十幾分鐘啦。十幾分鐘後先，即黑警先到。搭撚十。好啦，依個叮叮烤活魚咁啊，今晚如果訂個台就唔撚使嚟噶啦。佢一路轉型到叮叮水煮魚，係啊。OK，yes， 大濕曬啦。啊 ，OK。好啦，而家见到嗰个四眼仔黑警同消防帮咧，系了解下发生紧啲咩事嘅。系啊，我梗系知啦，有机会入佢位嘅入佢位噶啦，手足系咪先？三十个分钟先到系正常嘅，啱嘅。系啦 ，OK。下一次消防局应该动用，即系征求警方协助，用水炮车。系。吓。嗱，今次嘅事件大家睇得到啦，现场直播可以睇到消防局有几人咁有效率。嗱，喺依一个叮叮烤活鱼喷咗咁捻多浓烟，完全将居上面工作嘅员工系完全冇安全意识。咁同埋亦都反映一样嘢咧，警察嘅办事效率咧系非常之缓慢嘅。咁啊，一件嘅火災睇緊到一件嘅社會嘅事例出咗嚟啦，咁啊，大家引以為鑑嚇，自求多福，係咁多啦，真係要做嘢 ，OK， 今日係咁多啦。